罗，大家好，我走路痛了，那个啦，事情是这样的啦，我的猫拜拜最近怪怪的，最近他不但开口说话，还一直说什么。您是被悬罩的壮年男子，要赶快去打倒邪恶的奥米加兽。但我去 Google 之后，只看到一堆北翼大笑牛的图片。结果拜拜说，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快去跟他决斗啊！我突然觉得这件事好像蛮合理的，但我不知道区区一只猫要怎么打倒一头牛。拜拜说人家是旧集体，而自己现在只是幼年期，至少要先进化。那要如何进化呢？拜拜给了我一个神秘的机体，原来是数码宝贝机特别纪念版。我一看就认出他是我的童年遥想20年前，他还叫做怪兽对打机呢。握着他，我不禁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能量。哦，来了，进化吧！先生，你这样只有热量进化而已吧，别说打败一头牛了，连你弟弟都看着你流口水了，你干脆加个苹果派好不好？拜拜说，哎，你不要以貌取人嘛，现在只要搭配摇机方法就可以释放超强大绝招了。哦，那到底怪兽对打机有哪些摇法呢？酒保摇法、道士摇法、保姆摇法、假嗨摇法、过气摇法、杀很大摇法、我要杀了丁力这个杂碎的摇法、上班不要看的摇法。很好，看来我们训练成功了，现在赶快去北翼大挑战奥米加兽吧。拜拜，你怎么不讲话了？嘿，谁干的好事？哇哦，那在家玩数码宝贝机就好了吗？两款颜色收录200种以上的数码宝贝，除了特殊稀有蛋，还有20周年纪念释出的谁，而且还能同时养2只数码宝贝，挑战最后的合体进化。快来万代官网的最后限量强预购，买个2台，让自己的左手跟右手不相对战吧！赞赞。